有一位擅长人体彩绘的日本艺术家，最近他跟国际特赦组织合作，创造了一系列新作。他在肚子上加了钥匙孔，手背上安装一个耳朵，系列名称叫做《我的身体，我的权利》。把脖子切开，发现里面是一片柠檬，脸皮剥开则是一片橘子。日本艺术家结合人体彩绘以及电脑动画，打造出自己的奇幻世界。きっかけは家でちょっと絵を描きたかった時に、周りに紙がなくて、でも面倒くさかったんで、もうじゃあ手でいいやと思って、手に目とかを描いて、それが結構気持ち悪かったんで、写真に撮って。いろんな人に見せたりした時にすごい驚いたりとか、本当にこんなに人って驚かせられるんだっていうぐらい驚いてくれたりとかして。艺术家说很讨厌别人对他有先入为主的想法，于是跟国际组织合作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命名为《我的身体，我的权利》。用丙烯颜料把人体结合成各种奇怪的东西，可以让世界能够更注重人权。手上突然长出了耳朵，肚脐上多了一个钥匙孔，由书本搭起的身体，每一件作品都颠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人ってよく人を見た目だけで肌の色とか目の色とか外見だけで判断しがち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のがすごい馬鹿らしいと思うので、人間は見た目だけで判断できないよっていうメッセージを込めて作ってます。川河光槽不仅画出他的奇幻世界，更用艺术推广人权，呼吁大众不要用外表看待一个人。